大哥，老大姐，尊敬的各位战友、朋友、同学们，尊敬的各位嘉宾，大家好。今年四月，是我父亲和邱会作伯伯诞辰一百周年。邱伯伯是四月十六日生人，我父亲是四月二十二号。我和陆光大哥在这里共同请大家聚会，这是一个很真诚、很友情、很亲情的聚会。我首先代表邱李两家人，衷心感谢大家的光临。我父亲和邱伯伯都是江西老表，是穷苦人出身。他们和其他老前辈一样，在生与死的战国考验中，接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，是无话不说的老战友、老朋友。在红旗卷起农奴起，黑手高悬八虎鞭，唯有牺牲多壮志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浪潮中，他们十五六岁就参加了革命队伍，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，在很多老领导、老首长的培养教育下。